民众在18号买了一块生日蛋糕，准备回家庆生。而刚买的蛋糕看起来相当可口，一刀切下去用料丰富，但吃了一口觉得酸酸的，仔细一看怎么馅料长毛了。民众当下没发现，直接大口吃下去，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开始上吐下泻，气得在网络上爆料买到发霉的生日蛋糕。基隆市卫生局得知消息后，也立刻派人前往稽查。实际走访店家，卫生局指出业者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，其中工作台及地板上有许多脏污没有清理，冰箱内的食材也没有依规定包覆存放。现场辅导业者立即改善，加强环境卫生，一旦复查没有达标，则会寄出高额罚单。我们请业者要立即改善，那在改善之后才能够再做面包的制作。后续我们会有一些约谈的动作，那如果确认的话，我们也会依照食安法做后续的裁处。事后业者做出回应，表示会负担受害民众的相关医疗费用，但卫生局也说，如果没办法在期限内改善，恐怕将没办法再开业下去。